就说是现场麻雀的姑娘了，张科长给我两千万，两千万就也是共产党的，他们就觉得可能也教授找上个用的可能也教授找个村教授找当看着找过个也给别人们找个什么有的那么在那给别人们找个系列那么上街去进去的事情他把土木往前把你呢那么进去给拆了下上街去进去是什么的给别人们找个什么给别人们找个什么了教授找当明朝看待中国个人，他教授作为出路的，教授写的要的。但你教授亲属呢？他说是跟这个白砖钱钱的，啊你江州的吃的是短钱，啊你们打吧，你们进来用他了吞西，加上忙他了吞西，用他了吞金，你是跟这吞住短钱，你们这个吞住。我都跟他给等这个投资去等钱，他讲就吃的就把给，把给等，给他娘都吃个赚大钱，他讲就给他他，啊，讲就他这边给直接赚大了，这些讲说赚大我都啊，等就妥了，俺你开着缅甸的三年呢，送人，俺说是在那边爬了去，在那嘛，他今天就是个家属去拿着。好的，所以说这，啥叫提前红啊？提前红嘛，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个来当那啷当，不给来当那啷个修皮，所以说出去看这些了不给，所以说的签约，那么看这些的不给，啊呢签约，这所以说来当那啷个倒给，出去明白吧？他签约了，那么就明白吧？他不给，啊呢家太穷呀，爹不穷呀的。天主他说的嘞，来的没那么，那么大，说说你给把路给，来的没那么的改变，啊，这个宗教嘞，刚到了呀，这个他那么单钱呢，那么工作呢，去那么年钱，去那么，那是退钱，那退吧的，的那退的那话，当下不满意吧，退的挺大，所以说给搞到女吧，开始有出这个，啊那的。这个那边拿了伢了，啊那边拿了也不得，搞到搞完也不得，那边拿了下去，啊你这个嘛就现在他就没了，就我们钱啊，他现在啊他就天天就给我们白学钱嘛一把，你们呢说。